那可能各位讲说，陈老师，那个你按钮现在不见了怎么办？按钮不见了呢，把这一串再点上去。点上去以后呢，点这一个立即动，但是我们没有要继续产生。刚刚你已经做好了，这边请前往我储存的按钮，从这边来去的去了两边，要不然它很难找。 就是你要点很多个按钮来找到那个画面，这是一个捷径。好，这时候杰老师刚做图就挖在这里，啊，1200、3500，还有1万。那这时候呢，各位呢，我们又回来刚刚做的编辑的画面，一模一样。你可以继续编辑它，啊，再往下拉。那因为这边呢有出现中文字，那既然有出现中文字呢，我们等一下要用到讲义上面的第14页。 它会出现乱码，好，所以呢就往下拉，好，先产生按储存，好，这里呢程式码就产生了，啊，这个程式码呢我们就把它贴到哪里？我们这边是不是要产生一页？在我们的网站上面呢，各位就在新增一个网页，好，这个网页呢就叫做。 付款区这里面呢，就可以打一些东西，有没有？请他点哪里，点哪里，就可以直接付钱。啊，那我们这个按钮呢，要贴在哪？各位有印象吗？我们这个按钮，Ctrl+C 嘛，看到这程式码一定都是贴在这个 HTML， 好，贴上去。好，那贴上去以后呢，各位一定要记得，只要你里面含中文，就要看一下这讲义上面。 这个游戏，整个老师整理好了，因为这个啊，各位只学了前面那一段是没有用的，只要出现中文，后面这一段没学会，你就惨了，因为呢会发现，糟糕，点下去出现乱码，怎么收钱？好，各位呢就把这一串第一行，Ctrl+C， 再贴来我们的刚刚的这个程式里面啊，贴在第二行，贴第二行。 那贴完第二行以后呢，像现在杰克老师就把它发布了，demo 一下。哎，发布以后付款机须知这个页面做好，看一下检视，有没有发现？出现，那你点过去，立即够，就会出现收款的画面。啊，没有配对额呢？ 就点这里了，没有配对哦，它就出现信用卡这种卡的一个付款，啊，点下去就你就直接收到钱。好，那现在我们这样做，其实它有一个小小的缺点，把我们的网站盖掉了，所以呢要怎么办呢？所以我们这一页有没有都要进来呢？再看我们的讲义上面。 这边是不是有一个叫做 target blank， 都还有印象吧？我们有讲过，有没有？这时候又用到了，所以呢，就把后面这里 target top 有没有把它改成什么 blank？ 改这个呢，它就不会把我们的网站改掉。这时候再按更新，好，再来看一次，就是。 好，这时候我再按一次，你仔细看啊，这个画面在这，这一页在这，我再按一次，我发现开一个新的页面，这样才不会把我们原本的网站盖掉啊。
那这个就是两个结合在一起的一个方法。